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话来玩这款游戏《弑神诛妖》。室友，终局之战已经到来，九州存亡在即。幻灵在战斗中会不断积蓄能量，击杀敌人可获得额外能量。当技能图标出现时，按目标。这个还可以哦。幻灵的技能效果各不相同，合理搭配使用，方能克敌制胜。好，我们就跳过啦、其实他战斗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如果这个游戏曾经有推出过，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区分享出来。击杀怪物可获得能量哦，能量会随时间自动回复，能量足够就可以放招了。嘣！鬼！作为一个塔防游戏，这样子做是相当不错的，很有水准的。互换，这边可以观察到敌情有没有加速啊？酒坛嘞，点开以后造成晕眩，轰！好，第三波 boss 啊，帮你马杀鸡，好，过关了，免费召唤。有没有来一个比较正的妹子啊？小蝴蝶，帮我带个女的回来。哎，风伯。一键上阵了。风起。招式普普通通，我早晚会把你给换下来的，风伯。强化满级之后即可升星，从而提升强化等级上限。
又多了一位了，黑无常，这应该很强啊、哦！他是啊，这是每一位角色的特色。好，那个是全屏攻击，黑无常。那我开个眼界可以吗？黑无常，我们先看他的大招好了。啊，又要新手教学了，没办法按。这也太屌了吧！不要再强化它了，可以吗？好了，来看一下等级奖励。相关资源还在下载呀、啊？哦，对啊，它这个下载超慢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下载完了，扫除，送这一只啊，凤娘。啊，这还在下载，太慢了，不等了，不等了，我不等了。那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就行了哈。万灵祭坛，哇，还在下载呀、哦？你知道吗？这下载我等了多久？半个小时有了。好吧，游戏就玩到这里好了。那目前来看也没送什么礼物、哦，玩法还算是不错，奖励倒是给的有点穷酸哦。游戏就玩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